宝宝去红军那盘底儿看了看，居然被红军舔的比他脸还干净。哎呦呦，哎呦呦，小宝宝走的小步伐。哎呦，大帅来了。大帅，傻乎乎的，这盘里有胖虎，胖虎，你俩能不能一盘容二虎啊？胖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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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有啊，胖虎这。胖虎，我给你挤了啊！大帅，反正你俩在一起喝也是，主要是大帅得防着胖虎。对。胖虎喝点呗。胖虎就是这个思想啊，比较延迟。我说半天他才想过来是怎么回事儿，所以往事他只能回味。大帅，你是不是也像我像那么能喝？能喝就多喝点啊！这盒酸奶里还有呢，为了让你们喝，我连吸管都扔了。如果你们喝不完，那可把我坑了，我都没有管儿接着喝了。哎，胖虎大帅都喝完了，我给你挤的最多那个，你不去喝去？这是。那行吧，行吧，少的能喝，你就挨个盘子舔吧。我你不行吐啊，别吃完罐头就嗷嗷吐，那不白瞎了吗？那富人也不能那么浪费呀。哎呀，胖虎厉害了，那胖虎爱喝酸奶，以后也酸奶也给他多准备点吧。色色，你跟谁撒娇呢？色色，色色。闪闪，我发现我跟闪闪在撒娇呢。Oh no！它跟主人撒娇，它就倒下来啊，或者是走到你身边让你挠啊。那你主人怎么跟猫撒娇呢？你说走到你身边完了倒下了，那它就以为你是碰瓷儿的。哎呦我去！举宝，你看着人家趴着，你就。闲的，胖虎去，哎呦，胖虎厉害，完了，胖虎，这个求求你再喝点啊，没人舔盘子了都，这些猫也都差不多喝过了，连你都不喝了，橘宝叫的最欢的，你从开始有没有喝一口两口的？舔一舔好不好？给自己一个机会，尝尝，真是的。你除了激光笔最喜欢拆，怎么其他的都这么表现这么延迟呢？你搁这最大，李宝，能不能再喝点儿？徐宝，你有毛病啊？哪有那么非礼小宝宝的？尝尝，果然对酸奶是，哎。毫无兴趣，你看闪闪还能喝点哈，你能喝就最好了，把剩下那个都打收了。宝宝，哎呀，你说这种粘人的猫，它就是没有办法。你瞅着，它就对主人五体投地、无脑的崇拜。哎呦我去！我给你拍屁股，让你变成发条猫。果然他不生气了，差点拿用手挠我。哎呦我去，你咋的？难道不喝我不一条心，还喝橘宝去一条心呢？好了，这奶就放在这儿了。但愿还有好心的猫能给它打上来。